哇，这个也是弄得很屌的，对吧？就不是竖在地上那种帐篷，直接可以打开，一圈打开，跟那个道理一样啊。你，但这个就，哇，好多了。里面是用这种不锈钢很强壮，放很多东西。Scare 也是，冰箱。而且颜色都配过了嘛，哇，还可以打开住楼上。这个塔库马改的可以啊，当然这种避震啊、减震什么都要用好一点。水后 Safari， 上面有太阳能灯的解决方案一套，哇。